Hello， 我是阿猪。我们家今天杀猪，然后现在准备腌肉，肉全部都还是有温度的，所以要趁现在腌肉，这是他们说的秘诀。因为这样腌的话，盐很容易就会化掉。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缝都必须给它腌到，对，不然肉容易变味。放点花椒，我们腌肉很简单，就是花椒跟盐。腌好，然后再开始拿去挂着晾，吃猪肉，让我们家吃猪肉，这杀猪没有？我们的肉一定要给它腌透，嗯，哪这么腌好了？吃辣猪脚一定要把这个猪脚给它腌了，吃辣猪脚火锅特别香，配上我们这的野菜，高嘞，野菜火锅噶，就要一定要用辣猪脚噶高嘞。我给炸酱了，多少蟹？你给我把蟹弄去，你给我剁剁剁嘛。他们家吃猪肉吗？他们家杀猪。吃猪肉啊，过年了。过年，过年还在做毛嘞？你说的。我想有把剪刀的。有了，好像都已经，俺好像冲牛肉了，是吧？那就。那冲牛肉在那边，不用冲。你看美国人给我们冲牛肉噻。那还有没得？有你啊，给我来头。你想嘛？来头啊！来头哦，哪有我？哎呀，这还有东东哎。腌猪肉，现在给它晾干，风干，然后就可以拿来做油盘肉。你看我整整的一条猪肉就这样一排排，然后现在我它晾晒好，过两天拿来做油盘肉。然后如果喜欢我，记得给我点关注，让你们更多的了解我们大凉山的风土人情。